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3日17点联合报记者刘道玉及时报道，雷纳德佐与罗瑞联手夹击，让德罗展发生致命失误。美联社分享暴龙与马刺队今天交锋，各界都将焦点放在季前互换东家的两队一哥雷纳德卡瓦莱昂纳德与德罗展德马尔德罗萨恩身上，其中雷纳德在比赛最后 16.9 秒联手罗瑞凯尔劳里从德罗展手中超球灌篮，更是本场比赛胜负关键。赛后雷纳德也强调，这次成功防守多亏了良好的化学效应。德罗展与雷纳德去年夏天互换东家，一度引发多伦多球迷与德罗展的不满，不过今天德罗展转队后首度回到多伦多，不仅受到暴龙球迷的热烈欢迎，球团还特别剪辑并播放他过去效力球队的影片向他致敬。而在今天比赛中，两人表现也不遑多让，德罗展拿下23分8助攻，而雷纳德则有25分6篮板，其中包括比赛最后 16.9 秒在暴龙一分落后的情况下与罗瑞联手包夹德罗展，并成功超球后反快攻灌篮，帮助暴龙逆转比数。对于联手罗瑞完成关键超截，还是从前球队一哥德罗展手中拿下，雷纳德赛后强调，两人事前并未讲好要这样做，这就是话学校音，当我们开始一起打球时就有了。后来他也跟我说，他是看到我伸手去超球，就马上上来支援，让我们完成这次超截。罗瑞今天拿下17分、5助攻、2超截，比赛过程中他也多次与德罗展对位，他赛后说，这相当好玩，特别是我们还带走胜利，如果我们输了，事情肯定会变得很糟糕。分享分享留言列印。